小孩不能随便养，饭不能随便吃。糙米还有紫米，它的膳食纤维是比较高的，那远远高过于白米，超过10倍以上。这张表格里面，它几乎是完胜的感觉。对，尤其是紫米，我后来发现不是它吃不吃的问题，是它怎么吃进去排出来就是一颗一颗的糙米。主要是看它屁股怎么量减少，那个壳在便便里面看到是正常的。哦，今天晚间8点，妈妈好声东森超市33频道。